Hello， 你好，我是 Amber， 很高兴呢又能与你在线上相会。今天的主题呢，我们还是先卖个关子，先来认识一位小美女碎花美眉，她也是美女记者佳佳的好闺蜜。佳，你知道吗？看到心妍姐姐经过 Amber 老师的指点后进步那么大，我都好激动呢。不但因为她是我的好朋友，更重要的是从她的 case 我真的懂了好多的东西呢，特别是那个猴脑的眼里让我印象太深刻了。来说说看有啥收获，给我爆点猛料。你看，我不但跟着 Amber 老师的课程纠正了原来的时间管理的坏习惯，像什么拖延症啊、三心二意的猴子病什么的，而且我一直都有在做时间记录哦。我的时间投资效率高吧，八小时的工作时间几乎没有浪费，还有八小时的睡眠时间，这都是雷打不动的。剩下的八小时就是交通、吃饭这些必须要做的固定花费时间，基本是三分天下的。我厉害吧？快夸我！哎呦，小碎花，不错嘛。不过你这吃饭、交通都能用掉八小时，真的假的？这太可怕了！如果是在机场等飞机，八个小时。那得多长时间啊？所以你这时间到底是怎么用的呢？还能怎么用？都是些吃喝拉撒、坐车、走路之类的很琐碎，但又必须要做的事情呗。哎，我觉得你这时间啊，用的还是有问题。我觉得我们得去问问 Amber 老师。各位亲们，从时间统计图上看，你或许和碎花美眉一样，在时间管理方面呢，已经做得蛮不错了。但有个不争的事实，就是都有大量的碎片时间呢被浪费掉。不信呢，你可以先查一下自己手机中用来打发时间的 APP， 比如微信啊、游戏什么的，看看他们每天都占用了多少时间。据统计呢，大部分人一整天花在微信上的碎片时间加起来竟超过两小时。如果按每天节约两小时碎片时间算，那一个月就有60小时，一年就有30天，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干什么不好呢？完全够你学一门新手艺或是考个证什么的，甚至呢欧洲深度游都实现了。如此大量的时间被白白浪费掉，实在太可惜了。要是能把它们都利用起来，也许我们就不会再抱怨没时间这个没时间那个了。鲁迅先生说，时间呢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教大家用五小淘金手呢，从碎片时间里淘出更多的金子，让你一路开挂，不断实现人生小目标。先别激动，我们还是先去看看碎花美眉在碎片时间里都干了些什么。怎么还没来？太无聊了，先玩会儿吧。还得一个多钟头才能到呢，先玩会儿吧。真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刚才那个游戏真是太好玩了。这么多人排队，现在有 WiFi， 可以看电视剧喽。经理，这是方案和资料。本来我们是今天下午要去见客户的，可是现在材料你才弄出来，那我们现在去肯定是来不及了。这样吧，材料你先收着，等你约好客户我们明天再去，好不好？你先忙吧。虽然经理面子上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他对我自己的工作不太满意。怎么还没来？太无聊了，先玩会儿吧。考试了，晚上要记得背单词。
你啊你，也要我来给你送时间账单？给我的？干嘛给我送时间账单？我工作时候那么认真，效率那么高，根本没有浪费时间啊！你搞错了吧？时间银行是不会弄错任何客户的账单的，你自己看看吧。碎片化时间账单，之前没有出现过这个啊？什么啊？负债12000，这太不公平了吧？你也不要太难过了。这次已经做了很好了，只是碎片化的时间浪费的比较多，不过知错能改就好了。我们还是去问问 Amber 老师看看怎么办吧。碎化妹妹得的是碎盲症，主要病症呢体现在对碎片时间的无视和浪费上，所以呢我们就把焦点放在这部分，看一下她碎片时间的账单情况。账单并不复杂，其中体现在上下班交通和中午等餐这三大块。虽然是碎片时间，但累计起来却有200分钟，足足3个多小时，差不多就是一上午的工作时间了。但这些时间碎花妹妹都拿去做什么了？几乎都是玩游戏、追剧、刷八卦这类消遣的事情，都只能算作是负债事项，共计20000元，利用率为0%。毫不夸张地说，这是99%的成人都应该正视的问题。随意四周看看，行走的人们不是低头刷微信就是玩游戏，时间在浪费，我们却毫无知觉。那到底什么是碎片时间？我们又该如何利用？其实碎片时间就是在等车、等人、坐车、坐地铁这些不费脑但身体又不得不限制的时间。之所以会发生碎片式浪费，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这些碎片时间可以用来干嘛。在没安排的情况下，最简单的就是拿出手机做一些猴脑都特别喜欢做的简单而快乐的事，比如刷微信啊、玩游戏、看视频。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消磨时间。如果把碎片时间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4类。第一呢，是短时休息，比如前面说的番茄工作法里用到的5分钟小休息，或是会议呀、课间休息等等。第二呢，各种等待，像等人、等车、等地铁、等飞机、等电话之类的。第三，短时交通，比如走路、坐公交、搭地铁等等。第四，家庭琐事，像买菜啊、煮饭啊、拖地、洗漱什么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工作睡觉外的那8小时就是被这些事情占去了大部分，甚至说半壁江山也不为过。要是不信，你做下时间统计就知道了。既然找到碎片时间的所在，自然就会想在这些碎片时间里做什么事情才叫碎片时间利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大脑的工作方式。简单来说，大脑的工作可以分成信息输入、思考和信息输出3部分。从输入和输出2个环节看，信息量较小的输入和输出工作，比如和系统的理论学习相比，背单词就是典型的小信息量的输入工作，而和同事打个电话告知工作情况就是个小信息量的输出工作。这些事情就很适合放在碎片时间里处理。相反，如果大信息量的输入输出工作，像写方案啦、做汇报这类事情，就要放到完整的大块时间处理会更合适些。还有一块很适合放在碎片时间做的事情就是思考。前面我们提到，碎片时间就是不费脑但身体又不得不受限制的时间。这时候虽然你的身体不得不限制在车厢啊或是家务里，但一点都不妨碍你放飞思想。比如我要写这一集的视频脚本，原计划是准备4小时完成这件事，可现实是当你坐在电脑面前左想右想都没什么头绪，然后不知怎么回事就开始刷微信啊、上淘宝，转眼2小时就过去了，但基本没有进展。如果我把这个脚本的思考环节呢放在碎片时间去做会怎么样？可能我起床刷牙的时候呢，想想这集的大纲要怎么列，上班路上呢又想想主角叫什么名字，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再和朋友一起聊聊这个脚本的思路，基本上心里就有底了。中午休息时呢再花几分钟画张思维导图，
然后再用一下午的时间把这集脚本完整地写出来，全部搞定，人还不累。这就是用碎片时间思考，大块时间输出的工作方法。灵感呢，往往产生于细碎的瞬间，而不是大块的工作时间。 OK 呢，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知道碎片时间适合做一些信息量较小的输入和输出任务以及思考工作。为了方便理解和记忆，我给大家归纳出一个适合在碎片时间做的五小淘金手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碎片时间适合做的五种小任务。首先是小思考，就是前面例子所说的用碎片时间来思考问题，比如想方案、想脚本， anyway just thinking 就对了。第二是小学习，可以用碎片时间来学一些不需要大量理解和消化的短小精悍的轻知识，像背单词或是咱们十点课堂的视频课程。这个小学习很适合在上下班通勤路上做，现在城市规模大，一到三小时的来回通勤时间几乎是常态，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可以用这块碎片时间进行学习和进修。像我的一个朋友就是用通勤时间背背单词，看看课程，比如像蒋勋老师的中国文学、哈佛的幸福课，还有无数 TED 的演讲。一年没见，他的单词量从5000刷刷冲到20000，不但知识面变得更为宽广，而且气质跟眼界也完全不一样，正应了那句腹有诗书气自华。第三，小收集。什么意思呢？就是不需要对信息进行消化和吸收，仅仅是简单的信息查找和收藏，比如找客户资料、找产品信息、找淘宝什么的。这方法很好用，我经常是在等车或坐车的时候就把要淘宝的东西都找齐了，这样就不会因为这个小欲望没被满足，然后在工作时又不断跳出来干扰你。甚至我很多论文资料的收集思考都是在碎片时间完成的，如此一来宝贵的大块时间就能直接用来输出成果了。这在外人看来好像你写篇论文跟发条微信一样的，也太简单神速了，但其实背后有大量的花在碎片时间里外人所看不到的工作量。所以史上最牛的装逼神器就是把你的碎片时间用好来。第四，小计划。可以在碎片时间，特别是一天刚开始的那些时段，比如刚起床或是上班路上，做一些近期的小计划。你可以安排今天或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具体工作，工具也很方便，直接用手机的四象限把计划填进去。不夸张地说，我每天早上睁开眼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四象限做小计划，看看今天要完成什么，有什么要调整和修改的，然后你这一天的目标感和使命感就特别强。俗话说的一日之计在于晨，确实是有它的道理。第五，小沟通，指的是用电话、邮件、微信或 QQ 处理一些简短沟通的事情。这部分工作呢，也很适合放在碎片时间做。为什么？还记得我们在第四集《如何应对外部干扰》中，专门提到可以把电子消息分别放在早、中、晚三个时段集中处理，以便减少到处乱冒的电子消息对我们注意力造成的干扰。如果把集中处理的时机呢放在早中晚的碎片时间里，那样就能更大程度地保护你工作时间的完整性，一举两得。很多惜时如金的精英正是这么做的，像时间管理领域知名作品《记事本圆梦计划》的作者熊谷正寿，也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网络公司 GMO 集团的创办人。他长期以来都是在乘车时完成每天的社交联络任务，比如打电话、邮件收发什么的，这样不但可以保证上班时间的完整性，也保护了回家后的休闲时间。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还给这个模型取了个下联：思学收集狗。什么东东？其实呢，就是从刚才所说的小思考、小学习、小收集、小计划和小沟通这五种小任务里面各取一个关键字，变成了思学收集狗。但这个不形象啊，对吧？所以呢取其谐音就成了思学收集狗，合起来就是五小淘金手思学收集狗。而且还有配图哦，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印象深不深刻。所以当你在碎片时间不知道干嘛时，请把手掌摊开，默念五小淘金手，然后呢一边往掌心逐一收拢手指，念到思学收集狗。这样一来，你那成天想做简单快乐事情的猴脑可能就被这五个小任务给点醒了。就像小泼猴得被五指山约束磨练之后呢，才开启了悟道成佛之路。心智的成长亦是如此。在这里呢，建议大家不要放弃学习，放弃思考，别在流逝的时光里只收获一具不断老去的躯体，而心智呢到老至死却还停在猴子阶段。好了，我们现在看一下悟性不错的碎花妹妹有没有 get 到五小淘金手的要点。怎么还没来？太无聊了，干嘛呢？想起 Amber 老师说的五小淘金手，思学收集狗。好吧，这个碎片时间就来个小学习吧。D-O-M-E-S-T-I-C Domestic B-O-U-N-C-E Box OK, 搞定，我真是太棒了，还得一个钟头才能到呢，干点啥呢？五小淘金手，思学收集狗，这次就来个小计划吧。我碎花妹妹就是能干，十几分钟就把今天的计划搞定了，又是能量满满的一天，太美了。现在离下车还早，后面干嘛呢？五小淘金手，思学搜集狗，那就来个小思考吧。这点时间正好可以想象今天的客户要怎么跟他沟通。有主意了，碎花妹妹用上班路上的一个多小时，不但把今天的任务做了妥当安排，还把方案也构思好了，甚至连相关资料都收集了不少。现在的她对这件事情胸有成竹。这时正巧遇到她的经理，碎花立刻抓住机会和她口头沟通了一下思路。经理，下午要去跟客户沟通，我是这么想的。不错，碎碎，最近进步很大嘛。很好，很棒。当场得到经理的首肯和赏识，到办公室后，碎花立刻进入工作状态，很快就把方案和资料都准备好了，然后在中午下班前就把这些都交给他的部门经理。经理，这是方案和资料。嗯，不错嘛，碎花妹妹，进步很大嘛。嗯，很好，我们下午就去见客户，好不好？嗯，哎，你这么高效，是不是有什么绝招啊？五小淘金手，思学收集狗，厉害吧？这可是武林秘籍，传你不传男呢。什么？五小淘金手，思学收集狗，这是什么东东啊？来来来来，你得跟我好好说道说道，来来来，给我说说。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干嘛呢？五小淘金手，思学收集狗。好吧，那来个小学习吧。小碎花，这次干得不错哦，进步很大，这是你的新账单。哇，太好了，碎花你真棒。确实，这次碎花妹妹的碎片时间全用上了，利用率高达100%，投资收益为20000元。要是把这些钱包个大红包给爹妈的话，会开心得拢不上嘴的。一旦人们意识到碎片时间的价值，并且把它利用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效益。我想碎花妹妹也是意识到这点，才使她在工作、学习和兴趣间呢游刃有余，顾此而又不失彼。好了，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碎片时间可以做哪五种小任务？小思考、小学习、小收集、小计划、小沟通。一句话就是，
五小淘金手，思学收集狗。这些事情和单纯为了消磨时间而做的简单而快乐的事情比较起来，不但让你的碎片时间更有价值，而且呢，这些小任务被塞到碎片时间成功处理掉后，就不会再跑出来切割你上班或回家后的宝贵的大块时间。否则他们也很容易因为这些小任务而被切成碎片，那就没办法完成那些需要大块时间处理的任务了。另外呢，按类型合并处理这五种小任务，比如集中时间处理像打电话、发邮件这类小沟通的事情，还可以减少任务切换带来的时间成本。碎片时间在很多人眼里就像沙子一样细碎而不起眼，所以常常被人毫不在乎地忽略过去。但在擅长时间管理的人眼里，他们却是金子。用我们的五小淘金手，不但能从时间的沙子里淘出金子，还能把这些细碎的金沙整合成一个大金块。就像时间的碎片，若是一时一刻、一片一语不断地积累起来，总量是相当可观的。凡是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几乎都是碎片时间的利用高手。据美国一项统计表明，能自觉用好碎片时间的人只占到3%到5%左右。若人成为这其中的一份子，你的职业发展很可能会比周围其他人快很多。在这些不起眼的瞬间，用碎片时间呢，逐渐拉开和别人的差距，也在这些看似荒废的时间里逐渐崭露头角，实现自己心中的各种小目标。最后呢，一起做个课后练习体会下吧。第一呢，找出一个你身边典型的碎片时段，比如起床后或是上下班通勤时。第二，在这个时段不要无谓地消磨时间，而是伸出你的五小淘金手来，看看可以做哪项小任务，然后挑一样来做，挑一样就好，比如小计划，不要贪多。第三，坚持一段时间，等这个碎片时段的小任务习惯养成后呢，再换一个碎片时段继续实验，循序渐进，慢慢地在这些典型的碎片时段里，你就养成了做各种小任务的习惯了。光说不练假把式，学以致用得践行，不练习的朋友小心我给你记时间账单哦。以上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琥珀就是时间，时间就是琥珀，希望这次课对你有所帮助。下期我们将讨论时间管理习惯养成后自然而然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如何进行精力管理。最后感谢懂得成长的你，也欢迎跟我分享你的时间管理经验。关注公众号演书，会有更多有用的时间管理课程等待你的发现。我们下次再会。